喧嚣盲女视角展示，千金馆者喧嚣上线共演服了，然后这是盲女视角下的那个颜色，好像大致还是能稍微看得出来啊。左边这个是红色，这个是黑色，黑色会有减速，然后这边会风技能，这边的话会降低交互。求生者攻击的时候，他是视角朝向，这边上了一个黑色，然后我们这边上一个红色。哎，这红色没上到。好，这边上了个红色，然后再上一个白色。哎，没有站到白色上面，因为让它翻变化了。好，这边造成伤害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边的话来看一下它的分身，这个是分身的一个颜色，跟本体是一样的。好了，后面更多测试可以看后边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